我们今天要看他每一个，哎呦，他出来他都有一个他面相或身材上特性，都有一个特性，对。然后呢是非常吉祥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主持节目一次拿一张就可以。来，他现在自信爆棚，不一样了。第二个是什么样的东西呢？面相，来看一下，来，第二个，这个撕下来该不会？这个高带彩在这里，字在这里，干什么啦？来，在这里啦，这什么？奉上枝头字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来一下，来，快，这个是上天。你只是想看清楚而已。他想触诊，看照片。让我慢慢看一下。喂，脏了。这叫做就像树枝一样的。我们的锁骨像锁骨像树枝一样。当有一颗痣上去的时候，就像一只凤凰，有没有？这乌鸦吧？那就是奉上枝头，受伤的恐惧。所以他每一个字，好的字都有名称的。那我们请一下这个奉上枝头的，我们要看本人了。来，欢迎子瑜，上子瑜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哇，这个好哇，子瑜真的耶，子瑜知道自己这颗字是奉上枝头。我一开始不知道，就是曾经啊，以前就是穿衣服有一阵子很喜欢穿露肩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，有一个这个就是很显眼，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说，你要不要去点掉？点掉会怎么样？好险！你奉上枝头择偶的话，你会嫁得很好。哎呦！你把它点掉的话，这凤凰就飞了。就没有一落千丈，变成小麻雀，变成火鸡了啊！那你相信这种事吗？其实我算信哎，因为我对命理以前都蛮有兴趣，也会稍微就是翻书一看一点点，对。然后后来他们就说，要不要点掉？之后我就去开始去翻一些书查这是什么，然后后来就看到，就是越看越好，然后就。哎呀，我没有看。作者写错了。看着看着自己摸起来了，哎呦，黑了。你从小运气就很好。对，我其实算是一直都是那种偏财运，还是那种就是抽奖什么。那你不做合官可惜喽。你有偏财运。对。那同学知道这件事吗？一开始他们不知道，然后有一次就是我高中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全校有一个抽奖，就全校抽一个名额送一只手机。那时候因为高中生嘛，大家都很穷，然后都没有钱买手机，对，新款，然后大家就超心动的。然后就有一个我一个朋友问我说，如果你真的中了，你要不要送我？就开玩笑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全校才一个，就是不可能啊，几率太低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说那个头奖真的中了就给你啊，中其他的我拿。我们就开玩笑嘛。结果后来抽奖真的抽到我，中大奖，然后脸就我就不知道该。所以你们这种抽奖也有内定的。讲得好，我小就抽签了。是哦，那你会不会买乐透啊？是。对啊。其实很少买乐透，我有一次买那个刮刮乐，可是我不是买给自己，就是因为我平常都有在办那种fans meeting 粉丝聚会，送给他们，送给粉丝，就是平常就是可能实况上送比较多的人，会就是买一些小礼物给他们，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说，平常都送礼物吗？怎么样？太单调，没有变化，对。然后我那一次就买了一些那个刮刮乐。然后就发那时候才发给五个人，然后就一个中了那个刮刮乐的头奖，还好没有很大，50,000块，就一个中头奖。我真的中了50,000，哇，这厉害哎！那你还在这边干嘛？你要缺粉丝吗？你现在去签来送给我们。对啊，我那个算运气好的。对，他的面相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眼睛两个弯弯，叫弯月眼，他眼睛会笑的哦，注意看哦。第二个，他的嘴角再苦他都往上，所以。这种男生谁娶她回去的话，会每天在外面受气，回到家看到她就开心，好开心啊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开始了？这样笑得很开始什么？开始就甜美的笑容。但你有听过她唱歌吗？她唱歌是呜那种。那真的吗？真的减分哦。因为在相学里面最难看到就是气色、眼神跟声音。哎呦，如果声音不对的话。会不会女体男音？平常的声音是对的，你连声音都听得出来。你正常不要唱 metal， 你唱两句给他听一下。我觉得我很快要不小心吼出来，本性快要跑出来了。你这个魔鬼，他刚手已经这样了。女生听声音就知道这个人嫁的好不好。哎呦，那我就跟你俩考试一下吧。你们大声的吼，平常讲都掩饰的，大声的吼，我想要那个。
我听就知道了。来，你可不可以讲别的？我想要钱，我想要那个，很色情哎，怪怪的。对啊，我好爱你，这样子我听啊，大声点，一二三，我好爱你。干嘛讲出来？我也是，我是跟你讲的，响亮，没有杂音。哎呦，就是代表。不是说声红如葱啊，代表就是音质很好，代表他命是好的。是哦，该你该你，预备起。我也。刚刚在欠他钱是不是啊？扣你。I'm sorry， 女命男音呐、啊。女命男音，这个将来比较。他在索命的啦。他比较会，疼他老公啦。哎呦，这样好哎。他自己付出比较多。付出比较多，付出比较多。哎呦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个性要好，然后比较算是体贴，然后对谈得来。其实主要我比较离过婚的嘞，很在意这个点，然后个性奶头蛮丑的。讲了两个，就两个。你上节目要有质感好不好？我只是比较过时而已，你才够父子，你少还露个头发。对啊，这父子档哦。不是，虽然已经除罪化了，可是还是不要这样。对对对，他是离婚了，他没有婚姻了，他是娶不到了，连结婚都不是，永远不会有这个罪行，互相拖累。来，请坐。